因为今天是有个特殊的活动，今天呢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大家会可以秒到电影票的优惠券，因为今年是个特殊的一年，就今年大家很久没有看电影了吧？是，哎，你们今年有看电影的人，有去看电影吗？现在电影院应该已经开了，我还没有，是吧？去开了看电影的打个一。就我刚才在开播前放了一些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很想去看电影，因为以前我们是下直播12点多，我们会看那个零点档的电影，对，然后我们去看，然后买个爆米花。然后觉得就很好玩，看到很哎，你们去看啦、啊，这么多人，我有很多电影还挺期待的。但今天很特殊，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徐峥老师和那个我们的电影频道，然后有一个活动叫"加油中国电影，加油电影"。看到吗？加油中国电影，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受到一些影响，希望我们中国电影能回归回来。所以今晚在我直播间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我已经看到他了，你们应该知道是谁了啊、哦，来了。欢迎唐老师，嗨，唐老师 ，Hello， 金泽，来拿个椅子过来，拿个椅子，唐姐 ，Hello， 金泽好，来，要不这样吧，金泽你坐高一点位置，男生坐高一点，我跟那个这样可以这么坐是吧？可以，坐，往这边坐一点，我们三个可能得近一点点，因为我们的镜头是竖板的，有点小，来喝点水吧。对，谢谢。哎，其实我们刚才在外面还和陶虹姐说呢，这次是陶虹姐第一次来给这个电影进行直播带货，还是挺紧张的。但是我知道薇娅姐你不是第一次吧？对，其实我们直播间也卖了好几次那个电影票了。哦，太好了，有经验的带我们吃点，谢谢水果。因为就大家看到你就很开心，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就我来的时候，我说陶虹姐来，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哦，她演那个角色真的太好了。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你什么什么得了什么奖，他都很清楚。然后其实 VR 的女人应该也很熟悉哦，我们的陶虹姐，对不对？他们说好看啊，熟悉不？你们是看她小龙女，小龙女对。还有跟那个黄磊老师演的。哎，后面你看，对啊，这个太一下把我带到那个时候了。对，我当时还记得小龙女一哭，然后天就要下雨。最近需要下雨吗？哦，不要再下雨了。不行，笑死我了，有点怕下雨。对，其实今天来到直播间，我发现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一场的特色就是双女神的阵容，有没有？然后今天其实来到这儿呢，我有一个特别主要的任务，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两位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然后陶虹姐刚刚已经知道了，薇娅姐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国电影的助力官，所以说今天啊，我也有两个非常有意义的标志要送给二位。这也是我们的加油中国电影，哎，这是爆米花，没错，对，中国电影助力官，谢谢，身份来送给两位，耶，看一下，这是一个爆米花的一个图案，因为大家去吃看电影会不会去吃爆米花？必备。我刚才讲说每次去看电影可能吃不了多少，但是一定要买一个爆米花，对，形式要做足了。对，那我们就把它别到我们的身上去。对，谢谢。所以说也希望啊，这个小小的徽章能够让一会儿我们电影票的这样的一个带货顺顺利利，好不好？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对，然后也非常感谢一会儿我们薇娅的女人们能够。能够给我要走了呀，然后一会儿的话主要是要靠两位女神来给我们进行这个带货，让大家更多的我们的观众能够拿到实惠的电影票，能够更快的回到我们的电影院，好不好？就是来送实惠来了。哎，对，好的，那我就先撤退了。哎，他们说你别走，都来，都玩一会儿。来，然后我记得还有别的工作要忙，是吗？是的，我在演播间外面等二位的好消息。好的，加油！谢谢金泽，好，谢谢。对，一会儿见。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很高兴，这次就能够就受电影频道和徐峥老师的邀请，然后成为这个助力官。因为我觉得今年比较特殊嘛，首先自己我本人就很喜欢看电影，我很爱看电影，而且在直播间有推荐过很多电影，因为后面上的很多电影里面有跟我有关系啊。真的吗？嗯，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比如说我有提前观影，我可能你们到时候可以明白，我知道后面会有出演了吗？难道是今年有一些电影里面你们可能有惊喜？对，但今天我觉得在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在就在这个时候很想回到电影院，然后觉得说一声久违了，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梦开始的地方，因为就放松一下，是吧？但今天陶虹姐来了，我们有个特殊的一个福利。你们最近有没有想去看电影的人？有，一直都在想。哎，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像我这样，就在家里憋着，就想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还是感觉不一样。你平时会去电影院看吗？我昨天刚去电影院又看了一下，800。800。哦，那个戏好火啊！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有些其实摄影的那个光、灯光的、舞美的、音效的，是在家里面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只有到大荧幕上。
你才能就有一种极度的满足感。你会跟那个徐峥老师两个一起说我们走我们去看电影吗？两个人你会看他的电影？经常会经常会一起去看电影。他的电影就是简介房里就开始看了就不用到电影院去看了。那你今天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徐峥老师有没有说提前了解一下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会怎么去讲电影啊什么的，有没有提前准备？然后徐峥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的直播间那个很多人都想来争着来，然后呢我就弱弱的说那我可不可以也参与一下后来就争取到了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陶虹姐来我直播间我非常荣幸，尤其带了一个福利，因为这次我觉得算是夫妻齐上阵了，为这个中国电影加油。对 对, 对吧，我刚刚开玩笑我说那个徐峥老师把他最爱的那个人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然后不是我，不是我是他闺女你说不是我，我吓一跳，我手机扔扔怎么看我谁想给你一下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多人是对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的小龙女就印象比较深刻，嗯，对吧，其二就来之前就在讲了，然后呢小欢喜，因为我觉得小欢喜演得特别好，嗯，谢谢特别好，而且我知道小欢喜还得了奖是吧，颠覆了人们心目中那个温柔的女性的一名形象，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白玉兰 对, 对那个奖得了，你没有看到吗？很好好演的真的很好那个角色啊。然后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啊。其实也是刚完成两部电影吧。嗯，一个电影，嗯，一个是那个烈日之寒，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和我的家乡啊、哦嗯、我的家乡我也很期待啊、哦、我也很期待、嗯、对，然后呢所以大家有可能去一定要去看一下我和我的家乡，有可能在那里面看到你们熟悉的人，嗯，哇，那里面真是大咖云集，对，至少在我们那故事里面就已经如此了，还有很多故事啊而且对不止一个故事，你想想看，就去年是那个我和我的祖国，今年是我和我的家乡，记得啊，一定要去看一下我和我的家乡，嗯、我都很想看，我也要去看，我想马上都看了，嗯、就有可能看到惊喜哦，是的吗？你们懂的。那很明显的提示。那这样吧，我觉得这样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第一波福利吧，好，好不好？我们就直接上链接。那个陶姐之前有在直播间卖过东西吗？有体验过吗？就是也是。客串似的飘了一下，就在你的那个闺蜜的那个对，因为我之前看你的那个短视频里面，然后每次看到你我都会停下来，因为太吸引人了，你知道吗、啊、是吗？对，跟张庭杰两个人对太吸引人了，其实我这都特别的陌生，我都不太会，都得人家教我但我觉得你是应该属于性格超级好的就看了就很开心，对对对，我很高兴，这种每天都然后我们今晚的福利是什么呢？因为今晚在我直播间有一个是给中国电影加油的一个福利，就是你们最近想看电影的人，我们现在等一下有一毛钱能抢到代金券，3块钱的两张和2块钱的一张，并且和那个88会员可以叠加，就抢到我们的券的话可以跟88会员，你如果买了什么那个券的话可以叠加，但是它有一个就是8月23号一定要之前要使用，对 对就近7天内要使用，对对对，因为近7天有很多好电影上嘛，嗯，对，一下会有好几部同时上，对，我看了，我还打印出来了，比如说刚才那个陶虹姐看的那个800啊，这个我也很想看，嗯，评分9.3分，超高，嗯，超高分，绝对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电影院看，对，然后包括那个这里有很多那个电影，包括也有一些国外的电影，然后也一些我们的中国电影，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看到了，热映中的，对，只要你最近想买电影的话，1分1毛钱能抢到那个资格，把你的那个手机号码输进去，然后输进去以后的话能抢到总共是2张3块钱的和1张2块钱的，总共是8块钱的一个代金券。其实我觉得这主要是电影人的一个诚意，邀请你们重新回到电影院里面，坐在黑暗里面重新默默的自己来感受一份电影带给你的那种感动。对，那这样吧，就是我们今天让陶虹姐用她曾经参演过的角色的口吻、啊、一句话好不 好, 好来讲一下我们这个电影票好不好啊？用什么口吻呢？你们想听她那个哪个角色用哪个角色对，我们看看大家会说哪个角色对，你们想听她是那种很严厉的那种，还是还是小龙女的那种，没有不够雅，不能在这里瞎说。喂，小龙女是吗？哇，就小有时候小欢喜里面的，有时候小龙女啊，那大部分还都是小龙女，嗯，好不好？那我们就这样，我们让那个陶虹姐的话，给我们在直播间就是以小龙女的那个口吻，给大家一句话来讲一下我们的电影票吧。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好像成长了以后，现在小龙女的妈妈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闭着眼睛了，然后我面前就是那个小龙女在我旁边，
可是你有多久没有进电影院了？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坐在电影院里面重新温习那种感动啊？快来这里吧。哇塞，你知道吗？已经沉醉了。不，你知道吗？我现在想，有没有徐峥老师有没有在看？徐峥老师，徐峥老师，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唐王老师这样？看一下，从来不在荧幕之外撒娇，在家经常撒娇，不在荧幕之外撒娇，不在荧幕之外撒娇，反过来了，会把自己肉麻到。他说从来不在荧幕之外撒娇，那就这样吧，我们一起等一下倒计时五位数，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电影票的链接给大家上上去，好不好？一分钱抢拍，总共价值是8块钱，一毛 钱抢拍，总共价值是8块钱的一个电影票。你们抢到以后，在手机淘宝里面，你看卡券包里面能看到那个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支付宝里面也能看到那个券；第三个在淘票票能看到那个券，就三个地方都可以使用那个券，你可以买你想看的电影，好不好？来准备。哇，你们旁边都在坐着，所有人都在看。哎，每人是有限制的是吗？现在目前是有限制，一个 ID 只能买一份。对对对对，一个 ID 只能买一份，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利，而且对，因为我今天来的飞机上正好碰见我同学啊，印小天，他就跟我说的，我可以抢多少？哦，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可以抢10000块钱的吗？我说不可以，要送人就10000块钱。我说你会送的累死的。好，来准备倒计时开始，我们上链接，5、4、3、2、1，来上链接。因为这是电影票，所以可能比一般买的话要复杂那么一点点。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填上你的手机号码，这手机号码是你后面兑换电影票的那个手机号码。然后呢，里面有2张3块钱的代金券，就不管你买多少钱电影票，如果是折扣下来15块电影票，你就13块钱；如果是29的话，就减3块，也是便宜3块钱。有2张3块钱的，1张2块钱的，然后一个 ID 限一购一个，没有了。这个只有这么多，它是不能加货的哦。它只有是有25000份的一个电影票，但是没关系。对，等一下嘛，还有一个链接。哇塞，你这里太热情了，你的观众太热情了。你抢到了，你现在在我面前，你还抢到了。你没有抢到，没抢到，没有经验，快到这边来学习学习。对，是这样的，唐红姐，就今天咱们这个活动，就是徐峥老师他是参与了很多很多嘛，他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是疫情期间，我们大家其实都体验到了在家里坐着，突然放了一个长假，悠长的假期，然后每个人都会觉得，从刚开始的说啊，我总算放假了，我可以歇几天了，到后来开始焦虑，说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呀？小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呀？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多么不喜欢去学校，就我女儿天天说的，我能去学校转一圈吗？我说真不让。这个还真有感触，就是你在家待时间久了，很想出去。然后呢，你天天那时候吧，天天可以看电影，想着哎算了，今天不看了。突然间怀念，觉得好久没看电影了，对吧？对。然后说不能加货啊，是吧？他们说能加货吗？不了，不能加。但你知道吗？现在电影还有一款产品是吧？对。因为现在影院已经慢慢复工了嘛，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就很多电影都已经定档了。然后我其实还真的对很多电影很期待，比如说《急先锋》，就成龙大哥那个电影，对，我之前有推荐过那个电影，就成龙大哥是演一个安保队的指挥官，然后指挥着他的手下们，然后去保护在国外的华人。大哥从来都不让人失望，是吧？所以还挺期待那个。身上的英雄气永远让你得到极大满足。还有我刚刚在直播前我放那个《夺冠》。对，讲那个中国女排的。对对对，其实中国的那种体育电影其实还是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每一部体育电影都非常的珍贵。然后等等那一系列的比如说还有那个第一炉香啊，还有那个我和我的家乡啊。对对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很喜欢一个，就姜子牙。是吧？动漫。动漫，因为我对对对我之前看那个哪吒，我就很有感触，我就觉得哇，就感不一样了。我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可以直接给大家多说一说，没关系的。我也是做动漫的，所以我也是会很关注动漫。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动漫电影还是真人电影，其实在这个时候都是需要观众们的支持的。那我们其实之所以要做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为表达一下我们电影人的真诚。我其实也是。一个真正因为电影而走入这个行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整个行业是有一个责任心的。可能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那个爱是已经深入到骨子里的，所以能够为中国电影做点什么，能够让大家重新走到电影院来享受电影给你带来的幸福，我们觉得就是做什么都好。挺好的，就是很难得，因为这次是因为电影来到我直播间，其实希望下次有什么哎
比如穿搭呀，然后喜欢的东西啊，也来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下回起来抢，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很会买东西吧？没有没有，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直播这个抢货可以便宜这么多，是吗？错过了好几个亿。你一般在家会有网购吗？什么的，买东西会网上买吗？也会也会，嗯，就会买。晚上睡觉前没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买的。刚才我还在说啊，八点这个时间太好了，正好吃完饭洗完脸。碗坐在那里踏踏实实抢东西呀，反正网上的话就等于说在家里面躺着可以买到一些想要的东西，嗯，然后刚加货是肯定加不了，但是还有一个那个优惠力度更大，不过这个数量很少，也是代表了我们店里的那个诚意，就是9.9元下一个链接9.9元能抢到60元的票，对吧？价值60元的，15元的一张，就是代金券一张，10元的代金券一张，是66的代金券，对对，就可以抢到15元的代金券一张，10元代金券三张，6元代金券一张和5元的三张，要不要？要要要要不要？而且这个时间是可以延迟到9月15日之前都能用，是的，三天以内，这个你们看你们抢到，你们想抢的人，然后那个耗子，我估计你在我边上你都抢不到，我打赌啊，这个数量非常少。对对，也是我们店里人的一个心意，我们要把这个链接给他上掉。一家人去看，也就是看两场电影就没有了。对，两场电影没有了。买一张15元票，你只要花掉一张，你都是值得的。嗯，就9.9元，你可以买6块钱的那个代金券，然后呢，1张15的，3张10元的，1张6块的和3张5块的，怎么用？在三个地方可以用。第一个，打开你的淘宝，淘宝里面找你的卡券，然后把卡券你买票的时候那个券就抵扣到了。第二个是支付宝里面可以买票，支付宝的卡包里面有代金券，然后立即使用也可以用掉。第三个在淘票票里面，然后你可以去买票，你也可以用它。你只要现在在我直播间这个链接里面拍了以后，好，那下面这个链接我估计这个手速要真的很快了啊！倒计时开始，9.9元抢66的资格啊！5、4、3、2、1，来上链接。都能用吗？基本都能用，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影院，比如说什么剧目啊那种不能用。嗯，对，不支持那个 IMAX。对，2D、3D 都可以用，不支持那种什么 VIP。你们有抢到了吗？没有。好想抢。然后你说那个，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年轻？不对，为什么一直这么漂亮？一会给让陶虹姐给我分享一下她平时的护肤的秘籍。你平时在家里会不会搞很晚就洗？擦脸啊，面霜啊，面膜啊什么的。昨天因为那个不是去看八佰首映嘛，然后回来以后我女儿就说的，啊，妈妈来给我讲故事。我说妈妈要洗脸去，她说那你洗快一点。我说洗脸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说不能洗太快了，要不洗干净的话就会长痘痘。你看妈妈从来不长痘痘，就是因为妈妈好好洗脸。但就好好洗脸。对，清洁。清洁，对，清洁很重要，我说，然后护肤很重要，嗯，要不然你就有一个老妈。现在你看，你妈还可以跟你拼一下，玩一会儿。我觉得陶姐以后可以多营业啊，是吧？多出来跟我们聊一聊，聊电影啊，然后聊你的工作啊，你在干嘛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可以看一下，她加点货，我去沟通一下，试试看啊。你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点，她早就没有了，抢不到了。秒啊！对，因为今天就是太少了。她这个。太热情了，我其实这样，我其实还挺期待有电影票在直播间给大家上的，但是后面的话，你们喜欢看哪个电影可以聊一下，嗯，我们后面有很多电影嘛，你们想看哪个？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在时间尽头等你，就李一桐的那个电影，啊，我有提前观影，那个我还觉得挺蛮好看的，因为他那个很烧脑，就是你知道吗？就那种时空变化，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能讲太多，怕剧透，就一直到一个时空，到一个时空，到一个时空。就是很伤，但是很有趣，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你这不是在剧透吗？他那个预告片也大概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没有讲太多具体什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好不好？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直播间给大家卖电影票啊。哎呀，看电影还是很幸福的事儿，对吧？就是尤其是放松下来，然后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去电影院里面。其实一个人看电影也很幸福。你会一个人看电影吗？也会啊。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也会啊，也会啊。去看别人的电影，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福利啊。其实灯也黑，旁边是谁不重要了，默默的哭。啊，我真的没有你有一个人看过？我也看过。我有啊，你们都一个人看过电影？对，你也一个人看过电影？我没有一个人看过电影，我一般都是就交一堆人然后一块看电影。好，下次咱俩约一下，让各自进电影院。然后约一下，然后你坐那边，我坐这边。我去问问看，我们能不能加货，看看一下。还在问，还在申请。好吧，我申请一下看看啊。你说一个人看文艺片特别棒是吧？然后。
啊，干嘛有一份？对，你们啊，今天不是没有一分挑战赛吗？还有啊，有一个猜电影的环节。那这个我肯定输啊！场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看挺难的。那你拿出来看看，那大家一起猜吧，好不好？一起猜一起。是这样的，就我们有个一分钟挑战赛，在我直播间，每个嘉宾来的时候，然后每次我都会输，但今天我肯定输，因为这个电影，唐姐她肯定知道的。没有，我一个就看电影的那个海报来猜这个名字，我们都有挡住。这个我肯定知道的，这个800，八百嘛，啊，这么。这个800太火了，有一种败了的感觉。谁打姜子牙？啊，有人打是姜子牙。这个好猜，这个太好猜了。那个对，唐探三，嗯，来，唐探三，唐探山。这个好猜。哦，这是那个夺冠你看，哎，这个我很想看啊，这什么时候上映啊？期待了很久了，主要是。这是哪天上映啊？有没有说啊？就夺冠那个电影。哎，急先锋，对，急先锋嘛，对，唐导那个导演的急先锋，陈欧达哥的急先锋。男的啊，哎，对，这是那个鹏鹏和那个刘昊然的，我知道这个电影，但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叫一点什么？你们也猜一下，你们也猜一下，一点，这个鹏鹏跟那个完了，鹏鹏一会儿，猜一下，鹏鹏跟刘昊然是哪个片子来着？名字叫什么来着？前面太简单了，那几个太简单了。你看啊，一点钟到家，哎，一点是吗？一点就到家，什么叫什么？我看啊，一钟到家，一点就到家，到家，对，一点就到家，就那个。哎，说名字起的还不够好，不够上口，你怎么猜那么困难？这个，哎，这是那个姜子牙，没说的没错吧？这个海报我真没看过哎。根据海报来猜电影的名字，是吗？我也猜不。这个应该是姜子牙吧？哦，封神！哦，没猜出来，因为这个海报太抽象了。是，你看看，好抽象。还有啊，我看一下，后面应该还有，越来越难了，应该是这个啊，就是那个爱情吧，马思纯演的那个。不是，就是那个一炉香吧，叫什么？一炉香是不是？但是马思纯演的。张爱玲嘛。张爱玲说那个哦，对。对，第一炉香，这个是有点难猜哦，那个是有点难猜。哎呀，这个完全猜不到，这太猜不到了。这个是拿谁呀？猜一下，来。哎，张艺谋要演新电影了。哎呀，好久没看见你。你这样的话，让那个，等一下，徐峥老师一会儿头发真的就，还能长出来吗？长出来了，这是逆生长的事儿，不知道。就是来这个，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来，一定要期待一下，来放大一下，好好看一下，来。猜是谁？噔噔噔噔噔噔，我和我的家乡。哎，我觉得这个海报做的还挺好玩的。对啊，就每个人都卡通化了，嗯，是吧？那个徐峥老师的这个表情，就为什么看完的话我就想笑，就一直深入人心了这个表情。哎，这能稍微的小剧透一下吗？这是什么？没有剧情。就是应该是分几个电影，嗯，然后呢？应该是叫什么中国喜剧的梦之队几个所以主打的是喜剧电影，就其实他今年是喜剧，就每一个不一样。对，什么麻花那个，然后就是我们啊，然后那个思成，然后那个叫什么邓超超哥啊，超哥，对，就是他们几个都大魔鹏飞大魔他们就是都是喜剧团队啊。其实每个人都有家乡啊，要说家乡这事儿简直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觉得一堆话啊，但是说大部分第一个大家都说是吃。所以这个是个纯喜剧类的一个电影吗？嗯，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看所有的故事都看过，我也没有。就你没有全部看是吗？没有全部看。反正我了解的一段它是有偏喜剧类的，然后但是整喜剧中带一点感动，带一点点让你有共鸣的点在里面。家乡嘛，都是又爱又恨的。每一个导演、每个单元、每个故事、不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演员，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能上啊？应该11，对，10月1号快了，还有一个多月，然后就可以看到《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啊，特别有号召力，你知道吗？就是找演员的时候，哇，一帮明星啊，都积极愿意参与，就所以。对，但这个我们是一分钟挑战赛，没有结果。这个其实都算一个小预热了，不是一分钟挑战赛。啊，其实今天真正的一分钟挑战赛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啊，我们都还没倒计时呢。接下来呢，是一个很精彩的环节，嗯，就是我们把一个著名的演员，然后我们只放他的其中一个器官的部位，器官的部位，五官，说错了。
五官不普遍，恐怖。别笑，别笑，别笑，是我啊，是我啊，有一个五官的部位，然后我们去猜这个演员是谁，看谁速度快，就谁猜的多，一分钟之内就是谁，抢答的环节。好好好的，我怎那么笨、啊？就猜谁？语速这么的快，我想说也说。就猜是谁？好吧，那好吧，开始吧，来。看哪儿啊？看哪儿、啊？看后面有屏幕。后面大屏幕，来，这里看到。一分钟准备倒计时，开始。文章。是对的吗？你答案有吗？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这我这谁的眼睛啊？这好好猜、啊，这是好猜吗？哦、对啊，我猜可以吗？算吗？不算，算了，不猜。这思成老师吗？对。对。哦。好，那就下一个。哦，这么深情。来下一个。好，第二个。好。成龙大哥。大哥。对。这两边都算了。两边都对。嗯。好，第三题。邓超超哥。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对啊，超哥的眼神就是那样的。这是包，包包贝尔吗？对。黄渤？不对。张译？不对。嗯？这小眼睛都要说一遍吗？喜剧大师。喜剧？他们谁打葛优老师的？对。打葛优老师的。啊？是吗？哦难啊、这我没猜到，这我没猜到，这是那个我看弹幕猜到的。好难、啊。对，他说是那个葛优老师，真的啊。然后其他旁边说是那个宝宝。还有吗？还有。结果。这是黄渤。哦，黄渤老师。嗯。黄渤老师好白呀、啊。成龙大哥。不对，这不是。宁浩。这是宁浩吗？不对。不可能。这个是，这个不是成龙哥，周润发谁说的？这谁啊？这喜剧第一的人，什么？喜剧第一人？自称是喜剧第一人，哇，这个都没猜对，腾哥难啊！哎，我幸亏没说徐峥，要不徐峥会生气的。这个、啊、这是包贝尔吧？不对，啊，不是包贝尔吗？王宝强老师，宝强哥，宝强哥，对的，啊，宝强，啊，这个很难，这个很造型很酷嘛，这个宝啊，宝强哥，这个很像那个包贝尔，还有吗？这个包贝尔肯太明显了，不是啊，肯定不是包贝尔，这是谁啊？嗯，这个不是包贝尔吗？是。这还是宝强哥？不是，张译、佟大为不是，夏雨，不对，还不对呀、啊？这谁？你想一下单眼皮的男演员，我看大家猜到没有？大家猜到没有？看，郑恺不是，宝强、黄渤老师、夏雨，我老是猜不对，不是夏雨，这真猜不出来了。跟宝强老师一个一部戏的，跟宝强老师一部戏的，不是刘昊然。佟大为老师吗？是这谁啊？完了，我们已经一分钟已经过去了。张译哦，张译老师，我都被你们带偏了，我一直以为是喜剧演员，我也其实是个全能演员。还有吗？最后一个，这谁？成龙大哥，对，徐峥啊。对，满意不是的话，你说他的表情，你们这个截的可以，你们不能截眼睛，要截嘴，我绝对不会猜错。幸亏现在也没有错，刚才差点把谁叫腾哥，腾哥，他俩是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哦，没听见啊，没听见。哎，刚刚你们有看答案吗？就一半一半嘛，都一起在猜，是吧？差点你赢了，我就根本就。没有，就前面我还是跟不上，有几个真的猜不出来，太像了。就张译老师跟那个，哎、发现单眼皮偏多哎，单眼皮偏多哎，啊，都是眼睛，好吧，我们觉得还蛮好玩的啊。来，我们刚刚的链接还能加货吗？好，我看一下。不能加货是吧？完了，他们现在一直在问能不能加货。你看那个陶虹姐的表情。那是卖光了，我很高兴耶。对，也是今天很感谢那个陶虹姐来我们直播间来小互动了一下。嗯，然后虽然说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真的很开心，也很谢谢
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电影频道和那个徐峥老师来组织这样的活动，后面如果有好的电影票的话也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一下。对，我这其实我觉得特别感谢整个这次是全平台全媒体的，没有任何人分你啊我呀、啊、你的利益我的利益、嗯、都在这一次公益活动中，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诚意、嗯、希望能够把这份诚意给你们，然后你们都收到了我们的热情啊，电影人真的很期待你们重新走进电影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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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唐老师，感谢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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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水果给你拿去吃一会儿，感谢感谢，好，拜拜拜拜再见。